哟，傅老夫人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来来来，依依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傅老夫人，是江云一他私下包养小白脸，这件事我们江家一点都不知道啊，还请你高抬贵手，放了我们江家吧。是啊，傅老夫人，我们对江云一是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他嫁进傅家，好好遵守妇道，伺候大少爷。不曾想，他背后竟然做出这种事。依依包养小白脸儿，傅老夫人亲自来周家，江云一，你死定了。对，我作证，江云一不仅包养小白脸，还把人带来了宴会现场，都把傅家的脸给丢尽了。我也作证，这俩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卿卿我我，丝毫没有羞耻心。你们看，江云一脖子上那个痕迹，就是他跟这个小白脸厮混的。听说江家大女儿从小在乡下长大，不知礼数，做出了如此不知廉耻的事情。就是包养小白脸就算了，居然还带到这种场合里来，真是的。都怪我的错。老夫人，您快看啊，他们两个大庭广众之下还敢调情，简直不把您放在眼里。你可一定要严惩他们。